有一个很厉害可以减肥的方式，就是你一天要陈芳宇这样帅，婴儿肥，成天人范范，就像爸妈。陈芳宇隔四年出新集 Take Me， 在 MV 中秀出24寸小蛮腰。Kimberly 近年陷入健身狂热，练出小翘臀，饮食也很自制。有一个很厉害可以减肥的方式，就是你一天要 starve 大概12个小时，就是你24个小时里面不要12个小时不要吃东西，就是也包括你睡觉的时间，就用蛋白，然后就是炒洋葱跟蘑菇，然后就这样吃早餐。哦，吃完早餐会遛狗啊什么什么，然后晚上才去重训。我有一阵子比较满意我的屁股。通常我在健身房，我会遇到我不喜欢的男生，就会一直看我，然后他们会偷拍我。我运动的时候我是真的很认真，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脸一定是很丑的，就是那边那种这样，然后就觉得，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要偷拍我，那你真的要偷拍，因为有些人就是会开闪光。我才运动到一半，我突然觉得有被照，会觉得什么东西。他先前凭背包奥克打头阵，主角却没受抚平影响。小时候因为我住澳洲，然后那个时候黄人很少，然后我小时候很容易被歧视，然后我妈是非常强壮的女人，她会说你的眼睛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你干嘛在乎？所以我变得比较就是也不是说拽，只是觉得说如果你要攻击我，我也不会给你任何的就是回应，想要认为你是这种人就会这样认为，你多解释也没有用。黑啦就是这样率真的个性，让他前东家的黑人和范范非常疼他。然后我演唱会那一天他还特别坐在空台那边，然后我知道那一天为了我的演唱会，他请了他的妈妈还有保姆在家里顾小孩。我不觉得他们像我的公司，他们真的比较像就是很年轻的爸爸妈妈。